在这个过程之中呢，我跟这个老板娘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啊。然后这个老板娘呢，就有一天就跟我说，哎，这样吧，你去我家里帮我看一看吧，你既然会看。我说行啊。然后她说，那你有罗盘吗？我说我没有，但是我可以买一个。她说那行，我就去买了个罗盘啊。当时可能花了，那个罗盘还挺贵，花了80多新币吧，买了个最便宜的80多新币，相当于400不到500块钱人民币。但那个时候我之前学的所有东西，我只是知道这个罗盘怎么用，但我没有真正使用过罗盘，你们能懂我说的意思吗？我只是知道理论上的知识，我从来没有实操过在这方面。然后我就去他们家了，特别有自信的各种啊，天池、明堂、靠山，哎呀，你这个在八宅来说怎么怎么样，你这个在六壬来说怎么怎么，就开始一套，你懂吧？各种夸摆啊，葫芦啊什么这各种东西夸加弄完，结果弄完以后，完事儿以后啊，老板给了我多少钱？老板给了我100新币，就一下。我总共去了也就一个小时，他家是个别墅租的，各种的夸瞎指挥，给了我100新币。我的天，我当时想着我得干12个小时，每天配，我得配12个小时，口水都不够了，多累啊，我来这儿稍微逼逼一会儿，挣这么多。从给了这100块钱以后，他改变了我的人生，他改变了我的人生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发现原来有比这个赚钱更好的路子。但是第二天悲剧发生了，第二天接到这个老板的电话，啊，叫我英文名 Sky， 你那个是看的，你对不对啊？你什么东西搞的？然后怎么怎么样？因为我给他说的东西他有记录，你知道吧？你那个方向都给我看反了，我今天一起来就发现我那个门口啊有一个风什么水什么画，突然就掉下来了，在我穿鞋的时候把我下面一个风什么水什么瓶给打破了，我当时就觉得不对，然后我仔细一查一看。你跟我说的方向完全是反的呀！我说不可能，我说你别跟我这无赖，我告诉你怎么样，我是不可能错的。你等一会儿，我给你打过去。然后我拿着那个罗盘，我仔细又查了一下，哇，那个针尖指的位置不是北，你懂我说的意思吧？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？哎，另外一个他指的是北。我当时只记着一个口诀，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有毛病吗？兄弟们，这个口诀有毛病吗？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你是不是也知道这口诀？我一进屋子我就一看，我说了针尖指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没毛病啊，没毛病啊。但是人后来没把那100块钱要回去，但是从此我们之间的友谊小船就翻了。南北求反过来，你们可真能编。对我就没有信任了，我开始各种脏活累活的给我干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后来我就辞职了，我见不了他了。每一天我一想，算了，老子两天的钱都挣出来了，不干也罢，哼。但是从那以后呢，我看的相关这方面的书越来越多啊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呢相信我找我，但是都不给我钱，请我吃个饭或什么，我也觉得不错。